哎呀，还很破的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有，都没上映，都没上。啥时候上？啥时候上啊？那谁知道？啊？拍电影？什么？你们俩什么时候合作拍电影？我们俩什么时候合作拍电影？你看不到了？怎么可能？欧世界。我倒是没问题，因为我养过动物。你又说不知道？大象，大象，大象，真养的？瘦了？你拿穿象去？最后快告我。好，没有什么正经，有没有什么正经的问题哈？真没问题啊？肯定不假。哎，你死吗？不收，不收。没有可能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这种巨人浪，大剑。这个。这个场上人不在乎名分，这是孕妇是吗？你是不是讹起来的？给我了，我不要。你就两个花儿，哟，九娘的媳妇带的，这是送给九娘的呀？九娘。不够，你是不是心一下就凉了？凉了九次哈。小玉的草莓，草莓。来吧，我们替九郎做主了。好，这花儿，我们就把这花开就完了。要上来吗？小菊花，九郎走了，分场走的。小菊花，什么叫小菊？小菊带的，对，小菊花的。说点别的吧，好吗？好，聊点别的。我先解释一下，为什么女同志不能说相声，好吗？好，这是一个尖锐的问题。这是一个严肃的。女同志说，我见过女的说相声，有，确实是有。有，著名表演艺术家回耀华老师，对，就是相声家回奶奶，回奶奶，他培养了一个好徒弟叫牛振华，没错。啊，虽然离我们而去，但是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女演员。嗯。还有魏文华的姐姐，这都是女的相声演员。有朋友说，那既然有，为什么不让我们学呢？是我跟各位说，女的说相声吃亏，吃亏到什么程度？尤其是逗哏往那一站，我可以说我占孙老师的便宜，我可以占他便宜，我跟娘们有一腿，对不对？我可以这样说，女的不行，我跟娘们有一门，他不会说，观众不会笑，我会笑。会大大的影响演出效果，好多段子不适合。对，女的说相声根本就不太方便。俩人叫爸爸儿子行，你不能叫儿子妈就不行。过去女的听相声都不行，对的，都不让听。哎，尤其是撂地的时候，他会说一些个很另类的相声。女眷就不让进场了，对，就不让进。哎呀，来吧，我们不会，我没有学过，没有学过。太污了，不是污的事儿了，姑娘。真的不是污的事儿，那是什么事儿？还有别的吗？聊一聊。说孙老师的事儿吧。说一个孙老师的事儿。你给我出进去。哪儿都抽烟呢，这是。孙老师没有事儿。哪儿抽烟挺好，正经啊。那个吃奶吃到几岁？吃奶吃到几岁？啊，我喜欢听那段。哎呀，我也喜欢听那段。我是孙老师的。没有，你喜欢什么用的？我喜欢。孙老师这个人啊，就是我特别疼爱他。为什么疼爱他呢？他小时候，他刚生下来17斤。我都没见着过我妈，我告诉你。顺产啊！你等会儿，17斤顺产，那笑话呢？怎么不笑话了？怎么可能呢？啊？顺产？我说吧，7斤。反正挺沉的，他母亲那个奶啊，您呀，您这个，手势别这么喜欢的，手不好，他母亲的奶，你要这手势还不足呢，他有但是不足，啊，就给他请了4个奶妈，
请四个。四个奶妈啊？都带着奶来的。废话，不带着奶来那是奶妈吗？早起来晃晃悠悠都来了。晃晃悠悠都来了。有什么词儿呢？刚生完孩子都有些胖。哦。有些胖。都是那个孕妇。晃晃悠悠来，生完孩子请了一个验奶师。哎，验奶师。对。干嘛呀？啊？少一个。你说你说那个？哎呦呦！你又姑娘爱听这个呢。一会儿上后台，我单独跟你讲，好不好？嗯。好尴尬，四个奶妈来了，瞬间说不下去了，换一个好不好？不好。挺脏的那个。啊。偶尔说一次行，不能老说出来。你说一拍电影有意思的事儿，拍电影有意思的事儿，跟柳岩，还是谈个奶妈的事儿。拍电影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。跟柳岩呢？最喜欢的是男演员。柳岩挺棒的，真的，他是一个特别好的女演员。我们在。